看到了吗？哦，你自己来。来，我们去那边。会了，那你再练一练，巩固一下。哎，不会。你教了一遍，我怎么可能就会了？你再手把手教我一遍。来啊。这样，里花外花，出式，出界，绕一圈，绕一圈，出界。教我。好，来，里，绕一圈。绕一圈出界，对，这个手要这样绕一圈，来吧。我脑袋记住了，但是手没记住。你看手，那再教你一遍吧。焕宇，你这段时间主要保护一下我的腰，因为我的腰还有旧伤呢。是不是又在想东想西了？谁想东想西的了？好好练劲，转圈，手打过来，出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心点，来，没事吧？你先坐着，我去找医生。嗯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你说你啊，生着别人的气，把自己脚给弄伤了，何必呢？不用你管。我没检查完呢。我知道你是袁帆的朋友，他有些闲事儿，我希望你不要管。行了。谁要管呢？来，手抬高点。好，好，甩起来。绕一圈。二，来，抬高，伸直。对，这样可以吗？来，抬高，会啊。转身，走，向后。这个动作，来，一，二。手抬平，手抬平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抖不要撅屁股。再站稳了。好，收，剑花预备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我再抬高点。下一个动作，注意啊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稳住。好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的袁老板真帅气啊，好看。各位老师辛苦了，天不早了，今天啊咱们就训练到这儿吧。今天晚上见组宴，我在酒店呢给大家预备好了房间，接你们的车呢已经到了门口了，咱们稍事休整，一会儿直接上车直奔酒店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袁老板，你也辛苦，辛苦傅老师，黄师傅，来交接。袁帆，你一会儿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我听钱制片说，武馆到酒店还是有些距离的，路上的时间我不想浪费，想跟你多交流交流，方便我们之后对戏。今天都累了一天了，这么累，要不就算了吧？啊！
哎呦，聊聊天累什么累？可儿，一会儿啊，你就坐袁帆的车啊，路上多交流交流，对将来拍戏有帮助。哎，菊肉，干嘛呢？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男女主角交流的时候你要多拍点照片嘛。好，好，好，快，快，快，拍着呢，快。小鱼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小鱼老师，挡镜头了，不好意思，您挡镜头了。虽然知道他俩是假的，但这也太好磕了吧？这是并排走着，这太有 CP 感了。谁说他俩是假的？有传言说袁帆在拍戏期间从来不让女演员上他的房车。怕传出绯闻，这才刚见组第一天，崔可儿就上了他的房车。我觉得他俩肯定有戏。我的天，我要在线蹲一个后续。我可以单身，我磕的 CP 必须结婚。